办案人员奋勇破获贩毒集团，避免大批毒品流入市面，荼毒国人健康。警察工作辛劳，压力又大，警情加急，却已经有近30年未随其他军公教人员待遇调升。针对民进党立委召开记者会，呼吁提升基层员警待遇。内政部长林佑昌受访时证实，已经指示警政署针对警情加急研拟方案，希望全力给予警察支持，让警察工作推动能无后顾之忧。警情加急的部分，讨论很久，好，不过一直没有定案。那我从过去在担任市长的时候，就非常重视我们警察还有包括警消的福利跟权益的问题，全力的来给予支持。那所以我担任部长之后，也发现这一个课题，好，所以我上任没有多久之后，就指示我们警政署，针对这个警情加急的一个部分来研拟方案。我们希望全力的来协助跟支持，让警察同仁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推动，能够无后顾之忧。我想这一部分我们已经在研拟当中。那大概的方向会是什么样？我请警政署提出这个研议的一个方向哈，他们会跟我报告之后我想我也会跟院长来做进一步的一个报告跟说明。刘昌表示，将请警政署在最短时间内研拟出方案，确认后再向行政院长陈建仁说明，并向立法院做完整报告，也希望朝野各界都能一起来支持警察，提升相关待遇。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